吉安好客艺术村生活馆接续幸福台酒地景特展，十一月起为乡亲带来精彩的耕山耕田好食味吉安客味职人展，七号上午举行了开幕仪式，乡公所首次把农作和客家美食做连结，直起到110年的2月28号。除了可以领略视觉上的好味道，也提供民众按图索骥找寻乡内客食传统的好滋味。在吉安乡的幼儿园，五位小朋友口说及融合多元族群的舞蹈，为现场带来精彩表演下，吉安好客艺术村生活馆耕山耕田好食味吉安客味职人展正式展出。一张张的照片图文，主角都是吉安乡农民，透过展览唤起大家关怀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情感，刻画出农民与在地环境的连结，也透过食物的连结串起不同世代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。吉安乡以农立乡，我们把我们吉安非常有特色的农产来跟我们的客家来作为一个结合，让我们的道地有机好滋味的农特产品来入味。我们结合了20几位的我们在地的农业，我们的执行者跟我们多间的这样的一个餐食，来作为我们提味在吉安的幸福味。在这4个月里面，我们会来进行道地美味在吉安的巡礼活动，大家可以一一的来造访我们所推出的每一个不同的特色餐厅。这个展期为期4个月，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来巡礼，一起认识吉安客味职人，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寻吉安乡内客食传统的好滋味。记者刘明胜，花莲市报道。